我那地方在那边，你集中的嘛，那我就找。那那个两包好了。上面。佛跳墙。佛跳墙我给一包。来，阿莲，我你给一包，行不行？你不要站在那，等下串嘛。对，串嘛，我处理。来，好。在龙平岛的嘛。平岛多少钱？来，你去用。啊，只有你去做，你来。佛跳墙进来。来。我发。那个切冷片，还有切，对，啊，还有切一只啊，对，我发，那里我发，老发，1100，1100到老发，1400，1400，1500，1600，你等一下要回来，你过十万了，1600，1600加两发，1800，多少钱？1800，1800，1900，1900加两发，2100，2250，啊，这还卖啊？嗯，2250，2150。2150，你有没有几只？三只。4800，2150，2550，啊，这个，这三只五百。好啦，好，你先。六只，来，今日我你去打电话，也来了。你两万班了几只？两万班。两只。两只，啊，那个，哎，23啦。我怎么剩个没钱？你还没我靠一百，两只，你有没有几个这个？我剩着我多少？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、八百、九百、一千、千二、千二、千三、千四、千五。千五加五百，没这多啊！你话千五加五百，2300，2000，2300加二一五，2300加二二五五零，二五五零加三百，二五五零，二八五零，二九五零，二九五零，二九五零加五百，三四五零，三四五零加四百，三八五零，三八五零，啊，你加多少？啊，是啊，你听我讲，三八五零，超越4000，哦，你超越去了，对了，宝宝，三八五零。超回去了嘛，直接我了嘛，啊，那个对吧？生死时间都可以结合，生死时间都多你的是吧？是吧？你这干嘛慌？哎呀，来，我来讲一下情况。来，我们来生死时间都可以，今天干嘛没出掉？咦，你也无搞出掉？咦，不要讲话。反正你家先搞空调无？先搞我处理一下，搞定。生殖器没处理啊？我的娘！你给那个，你给那个酒桶包一下了。你生殖器根本是没处理啊？这什么？都不会念。干杯吗？啊，我知啊，你干杯，我给他偷的。应该是干杯了，你我给他试查，听他多少米气息，带一个习惯吧。不要拿，就是个纸箱啊。不要说一罐子的纸箱走了吧。纸箱是不是可以？对，你有什么？我还没对接啦，还没断呢，我还没对接。来，接来，一罐子的，一罐子的，来。好，阿爸，我来说。来，全部对表，清一清你这样不要的。我来，你有没有来有没有？我来你钓鱼，你这块在钓吗？他下雨。你有没有钓？我这块在钓。我来反正处理了，我来回去，我给他摸。来，一块钓来回。来，你摸边处理边用，我帮。哎，可以的。那是一千两千。大哥，大哥，咱对一下，看今天大吼。我来讲吼，你的面包蟹2000，虾啊1000，鲍鱼300，再多3330，来多。3330还有4200几只？有没有鳕鱼？鳕鱼在我这，这是200的单价。你看我看，你拢无我看，然后你这几只可以下盘，拢我利用，对吧？下盘拢我利用，我拢买得着啦。4320。4320。我先，有我那个要给你。没办法，处理我办啦。姐，你帮我解决一下，到底要多少？4320嘛。4300米的，啊，多少我没给啊？我直接删了。好，谢谢。
啊，我刚才好不接。来，刚好来吃啊。来，你过来，来，坐你这里。来，来，来啊，这个，来坐你，坐，来坐呀。这不同的啊，系对，几百个同学，系啊，我是个平均片。再即卖十来个鸡，中国有三千五了，绝对不是鸡一条，就是鸡三条啊，三六三八啊，几千块哩啊，三千五了，之后咧是，后边店家卖试喎，啊，多谢谢，我收到两封嘅，一头都绝对比我讲嘅多谢啊，我见到我都送嚟买好了，多试过，多感谢，新年快乐，哦，新年快乐，啊。咱们交代了吗？行吗？来交代，交代你对。那后边的民家很少啊。嗯，阿贤那伊电话阁未到。你好，刚刚来冒火了，你车多少？我先跟你解释，真系需要冒拢讲讲话，跟你服务啊，唔系跟你冒啊，哦，即个运动我都冇用的。字我有啥物领导来讲话？好，我看好，等我你打下先，打下先我跟你讲。七七条不要，送鱼我不送了，来。我给送鱼，我不给送。来不来？不来啥？啊？鳕鱼啊！那我讲鳕鱼，今天一个货就十千，今天叫我人给没干。我讲个莫名其妙。好，现在开始卖，开始卖，开始卖。好，我这个花钱要上鳕鱼。好，我这个钱就多了。啊，多少送给？多少多少？多少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啊，边个九块刚刚做？九块刚刚是吗？我给你们给来了。那鳕鱼里面有多少？鳕鱼上面啊，一个一条一包。一条一包呀。大条。你看那几条，这个狗链哪里？尊重的香港，我无问题。来收钱啊！好的。过来个鳕鱼吧。哎，五百。还有没有鲑鱼？够丰富了，那是。有鲍鱼啊，有干干的。小黄干包上面去。超钱啊！一个几包？两包。两包啊！两百块。开始，开始，收着。这边。哎，因为来玩处理吧。哦，我这里是阿弟。三包啊。三包你买了，一包一包的。哎，三包。鲑鱼包啊。鲑鱼下巴。鲑鱼下巴有，那跟他讲，等我。我要先鲑鱼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尊重。这种搞的好好醉耶。这尊重你两三倍啊！这真正好钱的钱啊！这我来拍一个退兵，你只要惊着，来先挂什么啊？你这就一千啊！吃尊重的啊！吃尊重的哦！这当然我来讲，你讲退兵有你有啥样啊？这里啊，这里无说有啊，是吧？有直接来大车。那边啊，是吧？就一只百几块的啊，这要吃尊重的咯。来先。是啊。我等我特色咯。在哪冒险？在交代防洪事，你敢冒险？在微博上面，交代防洪事，我敢坐的，无你大中快出动了，自动机边啊卖坐成你的困难。我以下买啥物啊？你明啊？要三百五百？五百？要五百？五百一个？你贵？你贵？我知啊，我今晚要两百直接。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就是够的，够的。在沙发嘞，在沙发，搞那个造型的嘛。下巴贴了几根毛发，是吧？哎呀，行。我有一个情况，这种智力的，这个耳朵，一天一千，一年一千，你到底有没弄的？几多个？几多个？几多个？我要几千个？来，切一千个。几多个？千个。有，来烧几个 ？OK， 送了。几多个来了？几个地龙蟹放哦？地龙蟹放哦。你搞什么？这里收藏了，我感觉。有我的。OK， 好的吗？可以。感谢你。啊，美女，我们龙岗十三。龙岗十三，我用。来，你帮我龙岗十三去啊，两百。这边这边，我这个就这里了。龙岗十三，赶紧有你休息，谢谢。龙岗十三，你到。OK。
来先，来，你帮我比下，来，你要下底先管，来先。哎，过来，过来啥？卡口太重要了。哈？卡口太重要。卡口太重要了，卡口太重要了。我卡口的钱。啊，五万水饺五。五万水饺五了，五万水饺五了，五万上面。好，我来处理，我随便处理。你的方法还是咩东坡咯？这方法大了没有？大了，可能七八十大包去咧。啥个？我只要办到。你两两百？你两百无啊？你怎么过年要买两百？你贵个嘞，无贵个啦，方法啦，这半松果啊。啊啊，几样几样。这包就你几条没啊？我两几样几条。啊啊，几条几条？三百五。啥个？啥个？啥个？几样几样几条？几条？几条？五吧。五吧嘞，五吧几条着？几条？六条。对啊。你五吧几条？六条。来，你去看下，六只龟。六只龟又加几多？今朝你去看龟包，你龟包水饺龟包。爸，我聊聊。这两把啦，我吃饱，这两把多些啦。我都不少。嗯。那边要不要我聊？聊聊，你先忙，聊聊你先忙聊。哦。啊，两家九万三，我吃三包。行。我这两家九万吃了你，我都真吃好，这大高人啊，这一种，我都。而且哦。你等下跟苏秘书通好，这规个包拢交纸，来来给个三包。三包。这两个是龙胆石斑无？五包，这五包，我记。五包。哇，还带出去哦。好。啊，你下好，我袂捞去。我咧熟悉。对啦吼。